大会开始，全体请起立。主席请就位。向国旗及国父像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主席请复位，全体请坐下。咱张馆长、啊，咱副馆长哈，啊，搁有咱啊，咱所有一级主管哈，啊，咱所有媒体先进，咱所有咱遮个议员同仁，大家较早哈。咱今仔迄个会议正式开始哈。咱请咱秘书长报告啊，即个定期会有关事项。报告事项：依本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，是依据《地方制度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办理。二、本次定期会议事路程经五月十二日程序委员会排定，除例假日不计算外，即议员报到、议备会议、议读会半天，小组活动六天半，县长施政总报告一天，县府各级处工作报告三天。县政总执行与业务执行六天，审查议案两天，专案小组报告一天，讨论议案临时动议二三读会一天，自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二十八日，共计三十天。三、本次定期会主要任务是县长年度施政总报告、县府各级处工作报告、县政总执行、业务执行和各业务单位电务案等。是本次定期会县委提交议案及七案，今天讨论事项有两项：一、本次定期会之议事流程表排定是否妥当，请大会公决；二、本次定期会总执行时间及顺序如何安排，请讨论。报告完毕。对咱秘书长报告的内容，大家敢有问题？无啦吼。啊，咱迄个议事流程表，大家敢有意见？无吼，啊无咱就通过啦吼。啊，咱有关咱议员即阵有两个方案吼，咱一个方案是以抽签座位顺序排定吼，那第二个是以登记方式吼，所以咱是照惯例吼，咱是采取第二个方案，以登记方式吼，啊，所以等下会后，咱所有议员当然会当登记诶即阵的时间吼。啊，请各位议员当然爱伫六月初一以前。六月初以前登记吼，来过来临时动议。各位敢，各位议员同仁敢有临时动议要提出？好，若无咱散会吼。